男生，你们那个年纪，小时候有玩过那个弹珠吗？有玩过哈。好，五根手指头的哈。第一个，这个，或者在这边也可以。好像弹弹珠一样，学有小时候有玩过吧？有哈。好，弹。绷紧，先不要出，绷紧，把你这样，把你那个大拇指的力量蓄满，不要太理，你在这边，这里要放一颗弹珠啊，然后哪边放？这啊，一般我们弹是在这里这个地方放一个弹珠。把大拇指的力量蓄紧，你的筋在这边，你会感觉到这个筋的力量满，不要握死，保持到弹出去的力量。你看，这都松的，其他的都松的，只有这个，只有食指跟拇指蓄满了以后弹出去。弹大拇指。对，蓄满了以后，这个是扳机嘛。哦，好的吗？食指是当扳机用的。透过它，这个扳机一放，弹出去，不要快，把劲蓄满，就把这个筋把它撑，把这个筋把它撑满，不要那么后面，前面在这边，好蓄满，不要压这个，是弹这个绷这个，弹弹珠一样，把它这个蓄满，这个挡。这个再往前，这个打到它，感觉这根筋把它拉满，两个试看，有体会到吗？这边是这条筋吗？对，这条筋到这边来，都先蓄满，先蓄满，蓄到最满了才放，然后这个。蓄满，这边很有力量，这边你蓄满到这根筋要紧的，这根筋要绷起来，没有，哎，这根筋要绷起来，蓄出来，弹出去最大的力量，好，蓄，还要蓄。这样，这个挡住，这个撑，把这个撑，哎，力量蓄满，听不懂？双的，蓄满，蓄到最紧，拔出去。其他手指放松的，其他手指就是它会被带动，不用，我们现在只做这个。他这样子也可以，但是你不用，你就让他顺着筋的走向走，就行了。蓄满，不对，反了，这样，现在是弹食指，这样子蓄满，蓄到这个筋起来，这个筋也出来。啊，这个筋出来，有体会吗？蓄满，蓄到最紧。哎，对了，这个。这手好像没力。啊？这手好像没什么力。这个手没力啊。对。蓄到最紧，两边把它蓄到最紧，弹出去。六脉神剑啊。然后在中指。中指，蓄满，你其他的手指头也会有劲，蓄满，都是练习，蓄到最满，对，有没有上来？有哈。
蓄到最满，这个力量，筋的力量一直到手臂上来，蓄满，弹出去。一样。然后中指完了，无名指，蓄满。无名指朝外，朝外绷，先不要绷，扳机先不要放。够紧？有没有紧？紧了，紧了，停一下，让它紧到最极限，绷出去。小指，紧到最极限，小指在这边，这个心。绷，从五指，打弹珠啊！我怎么这么笨拙呢？你转学生？拇指，好，绷紧，紧到最极限，这个不要。闭死，哎，留一个空，闭死，稍微往后，对，这个是扳机，这个是剑，绷到紧了，是这个力量出来，绷到紧，弹出去，好，就打弹珠一样，打弹珠一样，然后食指绷，绷到最紧，绷到最紧，力量一直上来。弹出去，中指，绷到紧，最紧，上来，到手臂，弹出去，哎，无名指，小心，不要在我前面，真的，无名指，紧，六脉神剑，是，弹出去，小指。弹出去。啊，洪哲，你为什么不练呢？啊？左酸的。你都逃避。啊？来，我看看。来，第一个，好走，弹。第二个，不对，第二个，再按这，太紧，绷到紧。对，等一下，不是掐。要弹耳朵。你小时候有弹过他耳朵吗？没有，那是体罚。体罚，跟弹耳朵一样，你要弹耳朵，这样弹耳朵，紧到极限，紧到你感觉这边都撑出来了，紧到不能再紧了，弹出去，整个手臂弹。弹出去，好像有水呀、啊，有水珠，弹，看，甩出去，稍微弯一点，先弯一点，出去，啊，这个，好，绷到紧，你们弹出去的时候啊，整个手臂力量一起出去，弹出去，哎，这个，绷到紧，紧，弹出去。好，这个小指弹出去，啊，轮流来，啊，手指一定要有力量，要有感觉，我觉得应该有，啊。